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这次我们是 Bora Bora 这个圣诞节。对，我们现在去机场了，好了，我们的车已经来了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刚下飞机到了这个机场，现在在等着一个 shuttle 接我们去宾馆，坐了将近9个小时飞机，还有点累。这机场非常的小，I got one. Okay, thank you. 我坐这个小车去房间。I like this. 到宾馆了，这是我们的房间。你好。你好。Finally 到Tahiti 了，小朋友们。嗯。这是厕所，有两个洗手台。对。这边是浴室。这边是马桶，是的。所以这个是我的 bedroom， 你看，你这大床，它是用 bamboo 做的吧？我觉得。嗯，像是竹子做的。嗯、然后好大呀，这里有一个。对，现在外面应该可以直接看到大海，但是已经天黑了，所以明天早上再看一下。这里其实是有蚊子的，我刚刚看到有蚊子在飞。白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大海在这里。是啊，我新买的箱子。Cow like girl。这次我们来大溪地玩，要玩7天，因为它其实是有很多岛屿组成的嘛。然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岛屿叫 Tahiti， 应该就是大溪地的意思。然后在这里会待了2天，然后再坐飞机去另外一个岛，就是 Bora Bora， 号称是景色更加美丽的一个岛。这边都是法属的群岛，所以之前来也办了法国的签证。现在是应该算第一天的早上吧，因为其实有2个小时的时差和加州，所以早上大概6点多钟我就醒了，现在差不多7点多钟，应该是加州那边就9点多钟。远处那个山其实它的轮廓非常分明，可以看到就这个线条就在这里。想去旁边的一个集市转一转，因为那里感觉有一些本地的商品可以卖，去看看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我吓我一跳，这小鸟直接飞到我的阳台上来，旁边有一只。它坐的好好的，直接飞上来。好多走地鸡，是云中君落入凡境吗？这种树到底叫什么名字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感觉那种树根都往下长呀，好粗啊！真的是真的。有只乌龟啊！吃个早饭，出发。
它这个自助餐的选择还蛮多的，有美式的，还有很多法国的。看到一个特别酸爽的果汁，西红柿汁，喝了一杯，特酸爽，蛮好喝的其实。Nice。珍珠博物馆呢、啊？哎呦，这还蛮帅的。空调也都是国产系统，美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在这个往啊downtown的方向走一走。是蛮繁华的吧，很规准的一个旅游城市，其实跟夏威夷很像。这个泡给太阳晒的已经非常烫，好烫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这边比较有名的集市，有没有一种那种中国的小商品市场的感觉？哦，这边都是水果，是吧？还有一些蔬菜样的东西。哦，对，那边有吃的呀。香蕉，蔬菜。些吃饭的地方，菜单都是法文，完全靠猜，看图片。多余啊，
下面是珊瑚。我走在这个甲板上面就是也非常舒服，听听海浪声。去包了，马上去机场。